最重要是你们要知道，西哥在四十几天前就告诉他，你会因为1月6号，法庭会干倒你，战斗史干倒你，包括川普会在纽约发起他刑事诉讼，川普 organization 会用法院干掉川普，让你永远没有参选资格。不是美国决定，是共产党决定的。意味着什么？投资者相信文贵的判断和情报，川普和班农相信我或者不相信我，班农绝对相信，他不认为共产党有这么大的力量。你们没有知道，40多天前七哥就告诉他一定会，不是，这是共产党做的决定。